我开始就结束了，但是我开始的话我觉得不用玩了这个游戏，我没有开始行，我开始了、我要香笑，对，现在我叫，对，我要上台，听不到，我也听不到，对。然后你们现在可以决定一下这个五个位子大家怎么分配。其实我觉得你们俩一个做一个开始，一个做一个结束，是不是会好一些？那我结束，我开始就结束了，但是我开始的话，我觉得不用玩了这游戏，我没有开始。行，我开始。好，来三二一，大家戴上耳机。一博的这道提示，哇，这怎么？这太难了吧！计时开始，第一道关。以前我叫憨憨，现在我叫胆丹，敢干，因为你偷走了我的心。OK， one more。以前我叫憨憨，现在我叫敢干，因为你偷走了我的心。Yes。现在我叫蛋，你偷走了我的心，现在我要蛋，现在我叫蛋，然后呢？你偷走了我的心，要晓得我的心，对，没有我精准的传递，他们很难完成这个项目。来吧，展示。现在我要，你要上蛋。没有我精准的传递。现在我要，你要上台。现在我要上场。你要，我要献出。你要太舒服。你要献出你的心。你的心怎么了？对。你要献出。你的心献出去，就我要献你。现在我要上台，现在你要献出你的心。OK。现在香笑，我要香笑，对，现在我叫，对，我要上台，听不到，我也听不到，对，现在我要啊，对，现在先香笑，对，我要，我叫上台，食材上台，上台，对，上台。乡下我要上台，我要啊，对，乡上台，乡下，前面是这么说的。One more time， 现在我要上台，乡下心都出来了。好，时间到，我可以说了吗？我可以在吗？
我们赢的话那怎么样？你要是赢了我拿大顶走出去，真的是。来来来，我来。你真的当我傻是不是？我来了。对，六个字，现在我要上台。啊，没了。你不是这样说的吗？我是这样说的。对啊，对，我们俩一样。对的，对，所以我没有错啊。那么一博传的答案是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。好，那么加尔对了，现在我三个字，